再这样，然后再这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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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做一个浪。然后突然转一个头，一个棒，转完头之后摸一把脸，然后往下一砸，然后最炸的点开始了，就 rap 什么的都出来了。炸完之后所有人一起跳，啪往下跳，然后做一个甩手舞，所有人啪啪啪啪啪啪，然后突然信了，对，投降。横屏看到后面啊，好了，反过来一点，我好像那种流浪狗，也没有了，流浪汉也没有了，就是，灰姑娘。下是以为拿那个，就是我故意的，知道吧？啊，我的拖鞋怎么只剩一个了？被我穿过来了，因为刚刚掉了一只。啊！那，哎，是哪只？小的。你不觉得你脚很挤吗？不觉得。灰姑娘的姐姐。讲一遍。怎么着，我也是个什么什么白马王子吧？你是那个辛德瑞拉，不跟你玩了，就是。咋啦？因为你说我是灰姑娘姐姐，亏我还说你是灰姑娘。我说你辛德瑞拉。辛德瑞拉不就是灰姑娘吗？辛德瑞拉不是一个仙女吗？哎，辛德瑞，灰姑娘不才是辛德瑞拉吗？啊，我以为辛德瑞拉是仙女。狗屁！而且里面那个仙女是个老，是个八将，是老奶奶。不记得了。真服了！快点，你现在说我是世界上最帅的白马王子，我就原谅你。因为跟灰姑娘，一个是灰姑娘，一个是白马王子，不是吗？不是啊，灰姑娘凭什么跟白马王子了？白马王子是黑的。谢谢弯弯的皇冠，谢谢你。灰姑娘跟谁？反正不是白马王子的。你一看就没有看过灰姑娘。那是南瓜车。人家就是白马王子。为什么是南瓜王子？他不是南瓜车吗？有没有种可能，南瓜车是那个老奶奶给他那个的，给他变的？对啊，人家是王子，灰姑娘里的王子可是公主里面出镜最多的一个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皇族。不是皇族，就是因为他剧情需要啊。他真的叫白马王子，但是不叫白马。是不是串台了？哥，你们才串台了！人家是王子啊，哪是青蛙王子啊？有没有搞错？想挖死我吗？青蛙王子是青蛙王子和公主，人家那个青蛙王子里面的公主是一个黑黑的公主。青蛙王子不是那个小时候用的面霜吗？那我小蘑菇呢？我是孩儿面，我还用孩儿面小蘑菇呢。
是你们串台了，白雪公主和那个王子，他都叫白雪。说实话，讲白了就跟芭比一样啊，王子是没什么戏份的。嗯，